索尼 PS 港服2024年2月1日档会免游戏出炉，并不是这个《博德之门3》啊，这是三档的试玩游戏。这个月的会免游戏只有两款，第一款《酷极轮滑》，这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踩着轮滑的射击游戏，2022年出的，容量只有2G，是这种卡通式风格的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呢？另外一款《钢铁崛起》，这也是2022年的游戏，游戏容量26G。这是动作游戏，有点像魂游戏。这两款游戏都有中文，也都有 PS5 版本。这大过年的就送两个游戏，是不是索尼上个月送《生化2》送没钱了呀？我还是打我的只狼吧。